从 Promethean Planet 下载有关中国和香港特色的资源包，而最快捷的方法，你就是点击现在荧幕前面的这个网址，来到 Promethean Planet 的语文资源包，入面有三个具有中国和香港特色的资源包可以下载的，分别就是中国物品隐藏工具资源包、中国常见的物品和场景资源包，同埋中国十二生肖资源包嘅。喺 Promethean Planet 下载有关中国同埋香港特色嘅资源包，首先你要成为我哋免费嘅会员。如果你已经拥有我哋嘅 Login ID， 你就喺呢个位置输入你嘅 ID 同埋密码，选择资源，进入资源包。在右手边你会见到不同种类的资源包，来到第八页最后一个 item， 你会见到中国物品隐藏工具资源包，这个就是具有中国和香港特色的资源包来的，选择这个 item， 你会见到在图画的下方你会见到下载资源包，然後点击 Save 在 Desktop 啦。下载完成之后，只需要简单的动作 Right click Open with ActiveInspire， 系统会提示你选择汇入的位置，例如我将它汇入在共用资源包，系统会为它建立一个索引嘅，咁可以稍后先做呢个动作嘅。汇入资源包之后，我哋可以去翻资源浏览器当中嘅共用资源，入面有一个叫做 Resource Packs 嘅资源包，而呢一个就系刚刚下载嘅具有中国同埋香港特色嘅资源包嚟嘅。如果你发觉佢系乱码嘅话，可以从右手边这个 icon 那里重新命名 China and Hong Kong Resource Pack， 现在你在里面可以随意这样运用刚刚下载的图片，若果老师在 Promethean Planet 下载资源包的时候出现问题，亦可以联络我们。